在2022年 TWICE 的最新冒险将看到他们在美国五个主要城市举办六场表演，女团中会在洛杉矶连续演出两晚，他们还将前往奥克兰、达拉斯、亚特兰大和纽约地区，他们还将为那里的歌迷提供两晚的现场观看演出。在他们穿越到美国之后呢，他们将前往东京巨蛋举行两场的音乐会，大家期待吗？